九合一选举，十八岁公民权复决投票日，时代力量基隆市长候选人陈维仲一早就到六合里民会堂投票。今天真的很开心哦，已经在就是早上的时候在六合里民会堂完成了投票。那其实回顾这场选战，其实这么多个月以来，就是用我们的双脚，那用我们的倡议，不断的在跟市民讨论说，我们这四年来在议会，去形成的很多我们对这个城市的愿景跟想象，不论是交通改革，或是我们大家关心的青年政策，我们都觉得很开心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市民一起来交流跟讨论。那也可以把我们这个世代对于这个城市所有的想法来具体的呈现给大家来看，那我真的非常的开心。那也邀请大家今天一起出门投票，那也希望说来为自己期待的基隆来投下这一票，那希望大家也可以选出自己能够代表自己的市长、市议员还有里长候选人。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